家好，我是保罗，与您分享美食、旅游、信仰。Let's go。本期分享香煎牛扒，卷猪腰肌肉两块，切成一公分的薄片，用刀背将猪肉敲松，敲过后差不多是原来的双倍大。而且像纸一样薄。碗中加些葡萄酒，加盐五克，胡椒粉五克，生姜粉五克，轻轻拌匀后腌制20分钟。另一半用铜法腌制后放入速冻储存，下次就很方便了。锅热加油，倒入西红柿两块，炒至成酱，盛入碗中备用。取一大碗，打入鸡蛋清4个，用打蛋器搅拌成蛋泡糊，加入一些生粉拌匀，一切就绪。将猪扒挂上蛋泡糊，锅烧热，加入油，下入猪扒，炸至金黄色，捞出码入盘中，
这道菜的特色软香酥脆，入口即化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。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。